我把它瞧一下位置好不好？哈哈哈哈！我嘞嘞！哦，哎，又没有沉下去了，弹起来了，全部人掉出来了。Hello，我是 John，相信大家一定有看过《航海王》吧？没错，《航海王》出现在洛圣都啊。哇，多么可爱的船，出现在洛圣都！哇，看一下，哇，这个船做的好可爱啊！哎，为什么地图上面有很多小蓝点点呢？那个是我的 bodyguard 吗？为什么分布这么远啊？难道他们在游泳吗？OK，没关系，我们先航行一下，看他会不会跟随一下。有三个在船上啊，另外三个在外面哎，没关系，我们等下再召集他们一下好了。我们先航行一下，哇，这个船好快哦，哇，时速200耶，为什么会弹下啦？人跑出去了，为什么这样啊？这个船居然弹起来耶！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给它改了加速器啊？我们先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我先下来看一下这个船，这船上面有什么东西好了。OK，我现在是鲁夫，为什么下来要摔倒啦？我现在是鲁夫啦，OK，鲁夫，哇，鲁夫做得很细致为什么他那么生气啊？OK，船上刚才还有一堆人就不在了，不管，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船好了，这个，哇，这个舵，一跟三代表什么？知道人跟我，请在下方留言给我好了。然后我，这不是楼梯吗？这楼梯不能走啊！你看，这楼梯不能走。OK，它这个这边有个椅子可以，为什么不能坐啦？那直接走过去了。OK，它这个柱子可以上去吗？感觉好像不太好上去的样子。OK，这楼梯还 OK 啊？哇，这是草地吗？草地直接放在这个船上面哦。还有荡秋千，可以坐吗？这个不能，这不能坐啊。这可以开吗？哈，不行。这是好看用的门啊。看起来是还蛮精致的。对，然后这个帆，海盗船的帆在上面。我们上去看一下好了，上面还有什么？是船舱吧？哇哦！OK，我们再看一下后面。哇哦，这个旗子好漂亮啊！这其实也不算旗子，它是帆吧？然后红黑色配色。哦，看一下后面，可以走过去吗？后面就是一个，那个圆圆的是什么？它是可以喷火用的吗？其实我也不确定。OK，我们就是这样绕一圈看一下它的外观哦。OK，我们看一下上面的外观好了。这个圆圈圈的是，它应该也是装饰用的吧？进去看一下。对啊，进去看一看就没有东西了。然后上面的塔台，哦，这有个瞭望台诶。里面有东西吗？看一下，OK，它就是装饰用的。哇，还有做个门呢，这样怎么上去啊？而且它有反光处理，哎，这样好像有反光效果啊，觉得还不错哦。等一下，我先看一下他们。OK，我可能等一下再去把他们拉进来好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它是一艘船啊，没事，我回来了。OK，这里是干嘛用的啊？哦，这里好黑哦，你去看一下，直接穿过去了。那这个黄色是炮孔吗？炮孔是什么？好，其实这样还蛮有创意的，我觉得这样设计的感觉。然后里面就船舱，这根是什么啊？凸出来了，
上去看一下。OK， 这船大概就长这样啊。然后其实这样子看还蛮精致的，真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模型啊，应该不便宜哦。OK， 我们先航行到洛圣都的沙滩啊，我先把我的伙伴都拉上来，他们在下面游泳。OK， 我们现在要先请鲁夫先开船过去了。哎，为什么不能开啦？他走去哪里？所以我下船之后就不能开船了吗？我刚才不是在这边开船的吗？为什么要绕过去啦？可以开吗？你还不让我开欸？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他下来看之后就不能开了。好吧，那我们再叫一台车吧，叫一艘船出来。好的，我们出来第二艘船。他一出来就从水面这样弹出来了，哇，为什么要这样啊？OK， 我们先开离这里，是因为视角的关系吗？卡视角。我知道，因为它视角太近了，所以它的船会一直卡在那边啊。我觉得它有点麻烦，就是它不能转弯啊，它只能直线啊。转弯的话，不知道怎么转弯。哎，为什么它没有帆啊？没有帆要怎么航行啊？你看，超慢的啦。OK， 慢慢撸啊。旁边有人玩香蕉船欸。哇，这样看看这个洛圣都好漂亮哦。哇，这风景也太美了吧。OK， 我们先把船停在这个沙滩这里哦。然后欸，为什么旁边会有白白点点，黄黄的点点，是什么？我直接停在这里欸，给我停车啊。欸，我这样，我这样破图了，为什么要这样破图啊？真是的，掉下去了啦！我要出去了，这也太危险了！哇哦，出来！好，我先把我的伙伴都把他召唤过来 ，OK。好的，我们的伙伴都来了，看一下，OK。在我旁边这个是骗人布啊，看一下骗人布。哈哈，表情就是一副很拽的样子啊，鼻子常常是他的特色哦。哦，哇，好可爱的乔巴，乔巴，他有两种身份，他会变成很大只的。那我这次先装小只的，看一下乔巴的后面，我要看后面啊，转过去啦。他不让我转啊。哟，长腿正妹尼可欸，哇，尼可。尼可你好，好 ，OK， 香吉士，然后旁边是那个娜美、艾斯，哎，这个是索隆 ，OK， 我们这一次这么多人的话，怎么坐车啊？哎，你干嘛在我旁边？这样我会害羞啊，我先离你远一点。OK， 我们这次还有一个红发杰克，那因为我的保镖都满了，所以我可以把他叫出来给大家看一下。OK， 我们看一下这个红发杰克。红发杰克呢是我的偶像啊，对不对？跟我外观很像。那他有两个模式，一个是戴草帽的，另外一个是把另外一只手收起来的。OK， 我们这次就先不用他，我们先跟我的伙伴去这附近晃一晃啊。来吧，瞧吧。可是我觉得目前还是没有车可以坐欸。那我可能要重生一台够我们七个人坐的吧。不对，八个人。我看看什么车可以坐八个人哦。OK， 我们这次叫了叛乱分子。我们上车吧。坐得下吗？欸，可以欸，可以欸，可以。另外一个呢？一个坐后面，好了，艾斯，那你就旁边抓着吧。哇，我这台车真是可以坐满满呢，太可爱了，太可爱了。Let's go。
们先去附近的酒吧晃晃好了，对不对？难得上这个陆地啊，当然是要去喝酒一下咯。哇，这边的妹怎么那么漂亮啊？每个都是绑马尾的。好，我先设一下地图好了，避免我迷路啊。迷路就好笑哎。来，我们去高跟鞋。这个麋鹿啊，非常喜欢他抢第一个位置，就是那个机枪塔的位置。那个位置是每个人都想要抢的地方。OK， 我们这边离那个高跟鞋有一段距离啊，我们先欣赏一下风景好了。哎，这个路好像不太平哦。OK， 我们这边再右转一下，直走再右转。哟，今天天气有够热的，热到不行啊。我看一下那个谁，娜美，她的脚好像有点怪怪的。尼克也是，我不晓得是不是模组的关系，模组看起来有点怪。OK， 我们快到高跟鞋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左转一下好了。太好了，我们到了，来下车吧。好吧，哦，我都很怕它掉下来耶。OK 吗？好了，走了走了。Welcome， have a good time。 欢迎光临，大家请进啊。What's good? Is that right？ 哎，我要点酒啊，为什么没有人给我点？没有人给我点酒一下、啊？哎，为什么这次没有辣妹在跳舞啦？我们进来就是在喝酒的啊，居然没有柜台，真是的，让我太失望了。我们进去看一下，这是新的吗？我怎么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啊？投币机，是买香烟用的。为什么没有妹啦？哦，真是的，好吧，出去吧。我看看我的武器啊，武夫其实用拳头嘛，对不对？那，可以吗？居然他们不为所动啊，完全不会想要攻击，好吧，出去了。欸，为什么前面有红点点啊？有红点点在移动欸。我装一把枪好了，我试试看他可不可以攻击。Remove， 我不要这把。啊，这个比较适合鲁夫。对 ，OK。哇，帅哦！哦，我们要大闹洛森都啊，对不对？真是的，没有买到酒，真的很不开心啊，对不对，兄弟们？哎，哇，乔巴，你的枪也太帅了吧！哇，看看我们乔巴可爱的脸就知道，一脸满足的样子啊，对不对？好了，我们上车，我们上车。我先把这个通气的东西先把它关掉好了，这样子我就会被警察追了，对不对？好了，看来就是你了，对不对？索隆啊，索隆这次要坐外面了。哦，这里有点窄耶，小心不要撞到头了。这里开出去吧。OK， 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小船啊。我先看啊，哦，它可以坐四个人呢。上车，上车。这个小船有三个轮子。OK， 准备出航喽 ！3, 2, 1, go！
哦，好高好高！哦吼，哇哈哈，哇，别闹了，这个时候翻身很糗 ，OK？ 哇哈哈，啊，你怎么一直滚呢、啊？哎，后面有谁在那边啊？哈哈，只要翻滚了几次啊才行啊，哈哈，翻不完了啦！哦不 ，Oh shit man！晕了晕了晕了 Damn this shit Fuck 他们已经在骂脏话欸、OK OK OK、啊、可是他好像不太行啊好不容易稳定住了然后现在又滑下去了欸 OK OK 欸哦哈哈欸安全着落哈哈欸他上面那个可以他会闪欸为什么哦它会变大缩小变大放大缩小放大缩小 OK 这蛮酷的啊 OK 我们要继续玩这个小船啊来准备起航咯 3,2,1 冲啊哎呦先慢慢滑好了因为刚才翻车了来这次应该可以它很不太稳耶、哦、有比较好有比较好冲啊哈哈哈哈哎、欸，旁边有三个人，小心啊！冲啊！这要冲什么时候？冲啊！哎呀，好远哦 ！OK OK， 快到了，快到了！哎、欸，准备飞了哦 ！Go！ 咻！哎、欸，哎呦呦呦！Damn this shit！ 安全着陆，我把那个警铃关掉了，太吵了。好了，我们入侵了这个军事基地，我们要准备来消灭他们。来喽，兄弟们，冲啊！啊，喂！哦，我居然可以举东西啊，这太不合理了吧！摔！哦，地上那个是怎样滑板吗？欸、我们来再玩一下，他人物也可以举嘛，我试试看。喂、欸，哇，哈哈哈哈，他居然可以举起来了，哇，好凶好凶，这个人还活着哎、欸，他倒了他倒了，后面有车，小心啊！我怎么一直捡到枪啊？真是的，过来过来，你是打不到我的，我会分身。看到没有？橡胶手呀！哈哈！在给他飞。哦，他飞这个姿势，他要飞东西的话需要……哎、欸，为什么人物也会飞啊？哈哈！害人害己啊，对不对？真是的。前面有人啊我们清掉快点哎、欸、没有挥到爆哎、欸、居然没有爆啦我看到前面哎、欸、为什么不行啊飞吧你飞吧飞吧啊啊爽啊！哈哈，我们去打一下坦克车啊！坦克车，哎，可是我们这边没有车子，怎么过去啊？这车子可以坐吗？这台单车的，不行，不可以坐。看到前面有车子啊，把它拦下来。哎，这台大的，这台大的，我要大的，大的我要。走开！哎，哈哈。要冲击到我的车子爆了啦、哦！我们看一下，每个枪都好猛啊！这样子没有车可以坐啦。坦克车，我看到坦克车在我前面啊 ！Let's go, let's go！ 哈？为什么勾到我了吗？哦。痛哦！
冒烟了，冒烟了！哎呦，哈哈！啊，快点站起来！哇，撵到朋友了，去死吧你！碰了，爆了，爆了，苏阳，苏阳！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啊？哈哈哈！我看可不可以举一下坦克车？哦，可以耶，举！好了，这个海贼王先玩到这边啦，我们下期再见啦。